然后呢，接下来我给你介绍两个新朋友哈，你等一下啊。这怎么？这怎么能是新朋友？我是你的新朋友。哎呦，祝魏哥每天轻松快乐，想干啥就干啥，想玩啥玩啥。我听着要走了呢，你怎么？你别往这，不是这他说，你别往我这上引导，你太坏了，这个人太坏了。Happy birthday！ 生日快乐啊！希望你可以每天开心，然后拍更多好的作品带给我们。但是我就一个问题想问一下，在我们仨里面。短剧拍了吗？欠我的短剧拍了吗？还没有。这样，你们第二站。这样，你去拍那个短剧，嗯，小短片儿。啊好啊好。是你们什么短剧？他有一些个艾芒导演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剧本。对，二位朋友，是他生日。他生日就是行，希望能完成一个迪哥的愿望。也不是。我们三个结束里头还有一个小惊喜，就是我们一起期待吧。还有惊喜。嗨，是不是一点都不惊喜呀？大勋生日快乐哟！那么非常高兴可以在你的节目里面对你说生日快乐，然后呢，希望你的新的一岁依然是这么的充实，然后这么的这个快乐，然后呢，希望你每天比每天更加自信，还有一点就是爱你的人会越来越多，然后我们不会离开你，爱你。耶！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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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感人了，来一杯。生日快乐吧，生日快乐，谢谢。录的时候可仓促了，太感人了，太感人了，又要开始一天的旅程了。你别着急。他们还有一新功能，他说他现在可以写歌。今天早上试了一下。艾芒导演，在呢，请说。帮我写一首，歌词里有，魏大勋生日快乐和我们仨魏周岛的歌曲。魏大勋生日快乐和我们仨魏周岛的歌曲。我写好了，请看看吧。哇！那，哎呦，可厉害了。旋律在哪儿呢？就是光有词儿是吗？他能唱吗？艾芒导演，我想要一个民谣的曲风。你的歌曲要求已收到，请等待两分钟，马上给你呈现试听歌曲。Yes， 好酷！真假真有吗？真有，真有啊！哟。哎呦！太羞耻了！我过生日一定不接活。生日快乐，魏大勋。可以了，真不来，真不错。谢谢艾芒导演，极致歌王艾芒。哎，真的不错，真不错。哎，你们我们仨，你们是不是有主题曲？没有。写一首我们仨的主题曲。你的歌曲要求已收到，请等待两分钟。我写好了，
请看看吧。真快。哦呦呦，嚯！哎呀呀，行，听听叫啥什么曲风呢？咱们肯定是抒情。我们想要一个抒情的曲风。你的歌曲要求已收到，马上给你呈现试听歌曲。好丧，是。不是，我们仨后边牺牲了，是怎么着？哎，王导演，嘟嘟。哎，王导演，请说。我们要一个乡村的曲风，就是海鲜特别鲜的那种曲风。青春要落下的尘沙尘在空气中飘荡，哎是哎，我们撒踏上旅途，心怀梦想，我们撒走在路上，享受如阳光，空气冷漠不已，还有伟大事有情商，走过四季风雨，无足心中有希望，这还挺不好唱的，这个老这还挺不好唱，有喘气儿的时间。对，我们手肩并肩，勇敢去飞翔。青春。嗯。就这个 ending 这么突然，各种直接收费了，后边该试听结束了。好，不错。好，行，再行。好啊。好啊，好啊。好啊，其实不错。哥哥满意吗？满意。这玩意儿我没想到是真的能写歌，对，而且还挺快。慢歌有点困难，我感觉还是节奏型的他比较擅长。毛老师给他提意见。我提，我不提了，我不提了。宽容的，宽容的。哎呀，取代我们了！哎呀，不行了，哎呀，害怕了，害怕了，有点不知无从不知所措了。对，哎呀，害怕害怕。咱是不是得走了？得走，差不多了，快走吧。啊，又是一个全新的司机一天。我开吧。不用。我不是没跟你客气啊，我不是没跟你客气啊。大勋生日快乐！我都忘了刚才那歌，我也忘。生日快乐！这样，咱们今天啊，所有的话最后都得带一句生日快乐。把生日的快乐当逗号用了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那哥哥是不是得回应一下我？那我也就开始说生日快乐了。那就很荒唐了，生日快乐！同乐同乐。这么说好像骂人的话。这句话像骂街是吧？生日快乐。对啊，就你要这样生日快乐，那咱们就生日快乐了。别了，哥哥这一年一回的，咱们把他那个都过得尊重一点，神圣一点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别不神了，换别开玩笑。咱们吃啥去？川菜。耶耶。我昨儿发群里，你们看了吗？海景中餐厅，对，